女星贾静雯和前夫育有一个女儿吴彤妹，她与修杰楷在婚后陆续生下两个女儿，一家五口感情十分亲密。吴彤妹近期回台后，先是晒出了和妈妈、妹妹们的合照，日前公开了和修杰楷自拍照，她拍下两人在小吃店吃美食的照片，但修杰楷脸上却没有表情。吴彤妹则嘟起嘴巴，还在文中写道：“某人生气气了。”引来不少网友好奇猜测修杰楷生气的原因。随后，修杰楷也在 IG 现实动态发出了吴彤妹的照片，表示她是卤味养大的女孩，不过却用文字遮挡对方的脸。吴彤妹接着转发了该则现实动态，写道：“每次都把我拍得很丑，似乎很嫌弃爸爸的拍照技术。”两人逗趣的互动让网友们全都笑翻了。